大家好，我是爱与人神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满改枪体验男870，限时排第一，游戏里倒数第一满改枪体验，再来吗249，暗区最变态的数值，却有致命缺陷。首先呢，肯定是装上两脚架，然后再把后座换成战术座，标的户换成导轨户，当然也可以装握板，但是和脚架冲突。包括了咱们装上涡流消音，进子呢装一个六倍镜。这样一把满改的架枪流 M249 就改点赞，那我们不说废话，直接开始。因为架枪流的 M249 不适合近战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玩玩放区。一路坐在队右侧，刚到加油站，对面突然就有车来了。看动向，虽然我们这开的直接就是一个趴下，然后打开脚架。这一步感觉好像不是我打死的，所以准备先看你的狗牌。看了之后确实不是我们打死了，刚跟队友说完，队友就变成60了。叔叔就可以在房间里，但是我们看了啥也没看到。整个房间都看不见的，那就只会在一个地方了。就是一个吃到半改机身配件拆了，但队友打死这个呢，也是一把大机箱拿走。刚连完这个包，又来一台车，一买房单列没啥说的，直接开走。这俩是另外一把机箱 RDD 也拿走。刚整理好背包，又来车了，直接趴下架枪。结果我刚看几枪，对面就碎了，好脆啊！就是一个打六的 M14 配件的子弹拿了。金毛秀完，咱们包也满了，所以直接撤离。第二把呢，咱们来试试另外一种玩法：消音换不伤，脚架换斜握，镜子用全息，不走架枪流啊，来试试纯突破的。进攻的话，那就来打农场对抗，12vs直接战斗爽。这一局啊，咱们俯卧在左半边，但正好接种交钱脆一点绕过去。这个模式假狙架枪的人很多啊，我们直接在后全杀了。只在老远，我们就听到麦脸小屋你把机枪打得很坏啊，不说多了，直接给他抓了。一把16倍镜的249啊，比我还极短，撒的是抽象子弹。南门附近没人了，直接来到哨塔，刚好就看见一个狙仔。一枪刃前面还有人，拍了一下哨塔，没发现人，应该还在前面。晃悠一下，过一下就有人冒出来了。一把 VSS 没打掉，子弹不够了，消费这种状态下逐步蚕食他们的生存空间。反叫文达，人子弹爆，队友也来了，疯狂的人摔爆，位对面这人对面耳面，我们直接从右边拉过去。不行，接着也接着把照一体回到家里舔了。这是一个六套满改 VSS 的甲，我们都拿住。另外一个是满改的维克托配件拆了，没卖这个是一把 A 枪拿住。总的来说 M29 这把枪的优点非常突出，它有这556口径里最强的远距离，同时在架枪情况下又准又稳，爆炸出有556口径的枪，但它的代价也很明显，不能移动将会锁在别人眼里的活靶子，一抽一个准，这也意味着脚架29没法打进攻，只能先手或者防守，比较是喜欢架枪的玩家。这枪的改装呢不算复杂，首先把护膜换成金属护，然后在上面装个斜握，侧边随便挂个镭射，枪口呢咱们给它上个消音，镜子用开心割块的全息，后托换个转接，然后装上后握和卡宾工业托，这样一把非常酷炫但是没什么屌用的 M8001 就改装好了。这一局啊，咱们副卧在找补，直接来新阵楼，里边呢算男团了。但是我没想到这团子居然在一楼，这个距离啊，对于我的水弹 M8000 来说实在是太难为人了，嗨。算了，零零呵呵零打哥多好啊，来了。这里难道还嘎了一个玩家，先不管，把甲换了，五甲一穿着 RPK 呢，安全性就打打提高了。现在猫没来得及看，听到一楼的医疗房有着一把102，直接给他抓了。有个开盒子的声音啊，应该是在左边，做好头衔准备开门，直接给他来一枪。
贝克托拿了几个的枪，刚摸完这个包，楼里又进两个。听脚步，有一个在木屋刚刚改了蓝团，另外一个不知道在哪里，再等等。租一个去楼上了，那楼下的这个就可以直接锚掉。这个哥们还踩雷了，急切抓他。松了，完没来得及看包，又进人了。听脚步，好像又是军模团子包的，进不来您去的，然后直接做掉。之后咱们摸手底的时候，稍微防下预览的了，中立本来是防老门头一点，咱们有 RPK 来的。还有一个在后面，这个人突然包将跑路啊。做完发动，帮我 MDR 拿了。有脚步。这一架咱们刚摸完楼里，就听到车库这边一个脚步。我隔车听了半天，感觉人应该到连上了。结果无疑呢，发现你这边在二楼啊。哇。这吊扇高度差点翻车啊。这个爆破忙着舔，我们听到一楼还有脚步。就这个试探未来赛事，咱们把枪拿上备用。刚舔完爆，楼下又来一个。这么近的距离都给我下坠打到手了，太离谱了。就还没完，咱们又听到车库有个进步，但是这一波又被屌枪给掩了。这一局咱们富豪家百货，这难打应该是直接说杂货铺来着，但是这里面人都没有，太稀奇了。那咱们就进楼好了。怎么风水也有跑刀的啊，太离谱了吧。逆球被他开了，真无语。但是刚我出了个 ACE 还不错。摸完东西咱们进不出来，天天动脚。突然就听到右边有个进步，拿个头线直接秒掉。就是个烂仔野牛脸上拿的。之后二楼舔楼梯又上来了，他们跟他们对起来了。小五来我的地盘。本来想等他们打完了上的，你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上来一个。我不灭怕。不说了，那时候啊，邓内把团子打了，咱们直接叫住楼梯啊。来了，又是爆头没死。本来想找一下团子，但是他们神秘消失了，整个二楼都翻了个遍啊，认识一个波没看见。没办法，只能先选包了。二楼这是个石头夹把枪拿了，三楼是个败感 AK， 那给 KK 蛋拿住。找蓝枪的时候啊，他跑进来个伪装，顺手收了。最后这个男团终于是给我们找到了，是真能藏啊。总而来说，他去带 M870 和谢志林的枪完全是两个品种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到底什么斩能一枪头不死人的，这是我玩过的最难崩的枪。他没有一点优点，定位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还记得我看了多雷吐狗弹那种，我不推荐任何人碰这把枪啊。 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那就给我套个小小的币吧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